大家收看今天的健康人生，一起来欢迎嘉联太平医疗网的家庭科医师丁磊丁医师。主持人好，大家好。丁医师，我们今天来聊聊，其实我们大概在日常生活中都会碰到的口腔溃疡。那正以医疗来讲的话，以医学来讲，口腔溃疡是一个什么样的症状？非常非常常见，我想每个人家里老老小小都会有。对。一般来讲呢，你其实是两种，大家我们叫口腔溃疡，一种是传染的，一种是不传染的。OK。那传染那一种呢，是有一种叫单纯疱疹病毒，herpes simplex 它有一型和二型，最主要是一型，一型就长在口腔溃疡，二型长生殖器。OK。所以这是一种。那这种传染呢，比方讲说，家里有爸爸妈妈有，祖父都没有，那这个人可能他带一辈子，比如3岁的小娃娃，你阿妈喂饭的时候，那他看看烫不烫，哎，试一试，然后再给你，可能就给了。那你就戴上去了。那也不需要嘴巴，就是口腔里面有破损、有破的地方，不一定，它就可以传染了。对对对，它有传染，当然有破的时候破之前传染性是比较强的哈。那另外一种呢是叫做 cranker sore，cranker sore 呢就是长在第一种长嘴唇上，第二种长口腔黏膜。大家经常会进来看说，哎，你看我这里把嘴巴挖开说，哎，里面一块像小溃疡一样的，对对对，然后呢有点白黏膜或者说黄黄的一层膜在上面，这两种都会痛。Okay, 都是蛮痛的。那这个呢其实是一种器械性的摩擦。最常见比如说你就做牙医，他这边有钳子什么旁边其实碰到了。每次说哎呀我口腔溃疡，一看牙科医生就犯了，其实是因为一些这种刺激。我们像平常吃东西不小心咬到嘴巴，那个也算是第二种。对，但是咬到不一定发第二种，有时候咬了就咬了，但第二种呢其实是一个感染的过程。口腔那个黏膜表面它等于说有细菌进去了，它那层黄的白的膜其实是一些代谢产物哈，破碎产物和细菌。那但是它不走太深，像一般的蜂窝组织炎，比如你被狗咬一口或怎么样破，那个会走到里面去，甚至走到骨头上去，对不对？这个是浅表的，大概一般一两个礼拜也自限。所以这样就两种，这第二种不传染。我们来讲讲那个会传染的，因为我第一次听到说，原来口腔溃疡有一种会传染的，那它基本上是长在嘴唇上，嘴唇上，它一般不到口腔黏膜里面去。它是什么症状？痛啊，它的长相呢就是一般，其实这两种哈发作之前，特别是这我现在讲的这种传染的都有症状的。有的人反复发他都知道说，哎呀我的口腔溃疡又来了。它一般在嘴唇上嘴唇下嘴唇上，它先开始呢你会觉得好像有点嘴唇干干的，烧烧像晒了太阳一样。那后面呢就看到就肿起来，肿起来它会一坨这样子，很多很像蜂窝状，很多点点。那其实每个点就像一个小脓头一样，它就要一坨这样在里面。那这种呢就要发作了。Okay. 你可能3年5年不发一次，你可能一个月发好几次。对。那造成它会发作的原因就是感染了细菌。或者它自然就是这个是病毒嘛，是单纯疱疹病毒。对，那这个病毒就是我们讲，你从身上你第一次传染开始，它就不离开你身体了，那就潜伏下来。当你抵抗力弱的时候，which is 你太累了，睡觉不好，对啊，最近精神压力比较大，或者说晒大太阳暴晒呀，水喝的不够啊，有时候刮大风啊，总之是一些刺激性的时候呢，那个病毒它就开始发作了。发作了以后，你就会开始不舒服。一般来说还好，一两个礼拜，多数是自限，但这一两个礼拜蛮难过的。对，所谓的就是说太累的时候睡眠不好，就我们中国人常常讲上火了，就常常嘴巴里长东西就觉得是上火了，可以那样子形容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就是那个平衡，其实身体的平衡有点打乱。Okay. 那身体的免疫系统你也可以讲说，其实免疫系统有点失控，它平常都掌控 everything， 然后都可以，但当免疫系统有点失控的时候，这些东西就会发出来。那要怎么治疗？我就是要擦药还是就是休息？对，不过这一块哈，第一个呢，这个时候你身体给你信号，你就要休息。第二个呢，大量多喝水，拼命喝水。有的时候你可以压住的，你觉得嘴巴有点干干，你就哎呀不好，这个药才开始了。哎，喝水，吃点维生素，足 B 群，特别 B2 哈 B2 那会比较好。那另外呢，就是就要保持在阴凉的环境啊，休息好啊。然后痛的时候呢，可以外用一点东西哈。最常见的或者最有效的，其实是医生开处方的一个药膏，因为它是抗那个单纯。
全疱疹病毒的。Okay, 那个如果你早期用，前面的48小时、24小时用效果很好， okay, 你可能就不勾住那整个一两个礼拜了，痛苦的一两天，哎，对对，它就愈合了。所以还是应该要看医生，不要觉得说这个是已经习惯的，就自己把它自己处理掉。有些人很有经验，每次来说，哎呀，倒是定我这个要发了，所以赶快开个药吧。对, 对, 对，这个是长在嘴唇上的，那如果是口腔里面的第二种的话，也要看医生，对不对？第二种呢，是我觉得更多的自己能够自己处理，像可以用一些这个漱口液，像大家都知道 Listerine 是可以漱口的，是消毒，其实你就拿温的盐水都可以哈，盐水，因为它是消毒，可以表面那层膜可以慢慢掉下来，掉下来新的长上了你就好了，那基本上这个症状处理。你如果很难过，吃一点 Motrin 啊，那有的时候这个就是用一点自己的方法就对了，各种方法，像有的人用这个双氧水哈，双氧水可以放到，双氧水要对，但是要逮露，要非常稀的比例，稀释非常稀的比例哈，然后呢加上这个逮露的双氧水和这个水分，然后放在一起，点在上面啊，可以也可以漱口，也可以点在上面。OK， 就是双氧水在一般在皮肤上的，但是那个纯浓度的嘛，这个一定要稀释哈。这几个都可以用。对，我们常常以前听过长辈讲说，哎，其实嘴巴里面的伤口很容易好，因为口水呢会消毒，这个在医生来讲的话应该是不成立的，对不对？Well， 第二种哈，就是它非感染性的啊，口水有这个口腔淀粉酶啊，唾液淀粉酶，那它有，所以它也是原因，它不往深了长，它就长在表面。但是有的人抵抗力弱的时候会持续很长时间，蛮痛苦的。那个就也不能吃东西，也不能讲话。没错。对对，就是第二种是要保持干净，然后自己做一些消毒的动作就对了。好，今天谢谢丁医师，让我们了解说，原来口腔溃疡分两种，尤其是嘴唇上这种，真的要避免把这个传染到全家的人身上，对对，一辈子的痛苦。对啊，这个时候就不要亲男朋友啦，你的小孩啊，对对对，忍住忍住，对对对对。好，今天谢谢丁医师，谢谢。